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米饭非常好吃又营养的做法。首先根据自己家的人数准备适量的大米，然后加入一勺白醋，再倒入清水浸泡10分钟。加白醋可以软化大米，煮出来的米饭更加的香甜。泡好的大米清洗干净之后把水倒掉，控干水分，然后倒入电饭锅里。再来准备4个鸡蛋，把鸡蛋全部打入大米里，再加入几滴白醋去腥，加入一勺食用油，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，把鸡蛋搅散，让每颗大米都裹上一层鸡蛋液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水没过大米2厘米左右就可以，这个比例煮出来的米饭软硬刚刚好。然后盖上盖子，打开煮饭键就可以了。再准备一个洋葱，去头去尾，然后在洋葱的切口处撒上食盐，再用勺子涂抹均匀，这样切洋葱的时候就不会辣眼睛。然后把洋葱先切成长条，不要切断，再把它旋转一下，切成长条，不要切断，这样切洋葱一点都不辣眼睛。最后再横过来，把它切成洋葱丁。这一步动作一定要快点，不然你又会感动到哭了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个去皮的土豆，先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再改刀切成长条，最后切成土豆丁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，然后倒入清水泡着，防止氧化变黑。再准备一个西葫芦，去头去尾，然后再对半切开，再切成长条，最后切成小丁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半个胡萝卜，先切成厚片，再切成长条，最后切成小丁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3块钱的猪肉，先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再改刀切成长条，最后切成小肉丁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，然后把火烧热，加入少许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把洋葱加进来，把肉丁也加进来，炒出洋葱的香味，炒至肉丁完全变白，炒出肉香味，然后加入一勺黄豆酱，再加入一勺生抽调味，翻炒均匀，炒出酱香味。炒香之后再把土豆加进来，把胡萝卜和西葫芦也加进来，然后继续翻炒均匀。炒匀之后加入一小碗清水，再盖上盖子焖煮2分钟。现在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打开看看，哇好香啊。再开大火收一下汤汁，汤汁收得差不多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
然后把它盛到小碗里，盛出来半碗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米饭已经蒸好了，哇，好香，颜色金黄金黄的。然后用勺子把它翻拌一下，这样蒸出来的米饭非常的香，有点像黄金蛋炒饭。再把它盛出来，装入小碗里，再用勺子往下压一压，压得紧实一点，然后扣上一个盘子，把它倒扣取出来，再撒上一点香葱，增香又漂亮，再淋上一点汤汁就更好吃了。米饭这样做，有肉有蛋还有各种蔬菜，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，颜色搭配起来色香味俱全，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吃，每次做出来孩子都要吃两大碗。米饭口感软绵，加上汤汁非常的入味，如果你喜欢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